宝宝，宝宝，快点，快点，这个肉很香哦，是宝宝刚刚抓回来的，很新鲜哦。啊，宝宝，我不喜欢吃肉啊，你忘记了吗？哎呦，你不吃肉的话，这样会长不大啊。我们老虎就是要吃肉的，不要，我不要，我要吃菜菜。哎，好吧，我带你去外面运动运动好了。哦，好啊，宝宝，你要带我去哪里玩呢？耶、yeah, ！吃泡泡，吃泡泡，泡泡好好玩哦！出来跑一跑，你应该就会肚子饿，想吃肉了吧？宝宝，你赶快看，有一只兔子跑过去耶！哇，你别跑！好、啊。好了，终于让你想要吃兔肉了吗？你不要跑跑！你赶快把红萝卜给我交出来！哦，我的天哪！你打晕兔子不是想吃兔肉哦？今天的小剧场就演到这里喽，感谢汉克和风铃团长赞助演出。喜欢请按赞订阅，我们下次见，大家拜拜。